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耶！三天两夜，我们的 view 好漂亮。好，再来一次轮tour。也看看我们 mini bar 有什么不一样。哦，咖啡，哎，咖啡好像跟上次不一样。mini bar 点心没有插电，就在用那个咖啡吗？这次我帮你服务就好了，这样就不用浪费胶囊。哎，这次冰箱不一样，是透明的。哇，好赞的冰箱！饮料一样，饮料应该都一样吧？我们上次冰箱不一样哎。抢到！有浴袍，有浴袍，太胖了。浴袍。镜子。我们上次有用这个镜子吗？这是我们的厕所。我们的厕所呀。厕所。这不是免治的，我们上次是免治的吗？卫生纸。Service。我们外带鼎泰丰，这个是虾饺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猪排炒饭，炒饭在下面，好吃哎！炒饭在下面，然后有蛋炒饭，然后这个是小笼包猪肉的，然后这是酸辣汤，耶！我们终于僵尸一个人一个僵尸，终于喝到的，这是酱油包，耶！然后我们吃鼎泰丰。配美景，耶！新加坡美景呀，天空数字在这边哦，好赞！开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它有变了，之前不是这个。嗨 ，Very nice。OK。Your manager say have a free drink, a free dessert for us, is it? I think drink. So total each? One each. Oh yeah, one each. 香槟，干杯 ，Cheers.
the shadow. Cheers. 我见你啊，我见你，比较多。 我觉得你们蛋糕装饰的比较漂亮。为什么我们提拉米苏没有冰淇淋？明明就加群一样。哦，我们这不用钱。啊，对，所以可能装饰没钱。可以吃吗？好，你汤吃下去。下去还是我录你？不要不要，我直接录蛋糕。嗯，横切面。 我没有看到横切面，横切面，提拉米苏，哟，yummy yummy，给大家吃啦！提拉米苏，提拉米苏，巧克力，苦的巧克力，嗯。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！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